心灵导师可咸可甜，但真正搞笑是美丽本人总是强化自己外在形象，扮丑搞笑是他这一趟任务。一天比一天进步了，我觉得确实我的心情心态很健康啊，很健康，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健康的胖子。到了啦，我走得到啦，懂意思吗？啊，抱怨归抱怨啦，还是走到了啦。总是扮丑搞笑，其实内心情感丰富，跟艺名一样美丽。有趣的人其实他们都有一定的感性在，然后我觉得我的感性有时候会用在，如果你到时候大家到时候看节目就会知道，就是我刚刚不是说我印象很深刻的大哥，就是在我们的西班牙老先生，就是他在我们在车上的时候，其实我那时候超感动，然后边开车的时候我就是边哭。为了成功挑战朝圣之路，三位艺人出发前展开体能训练，因为走完朝圣之路还要挑战日本熊野古道，走不完的人生旅途正如真实人生，甘甜与共。每年走完朝圣之路大约450,000人，有50,000人是超过65岁，人生古稀之年都有人踏上征途，正如圣经中那一条上行之路，千里之行随时都能始于足下。东森新闻西班牙综合报道。